至于金曲奖的最大奖年度专辑奖项，今年是由原住民语歌手桑布依的专辑《得力量》击败了众多劲敌。桑布依先是拿下了本届的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项，随后又抱走了年度专辑。他说听到最大奖是自己的时候浑身发麻，除了感谢评审，也感谢一路上所有支持他的人，包含他去世的父亲以及每天在芒果园工作的妈妈。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得奖的是布鲁恩德力量桑布依。原住民歌手桑布依凭借被评审赞誉为是用灵魂编织的专辑《得力量》击败众多敌手，拿下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。但当晚的好运还没结束，年度专辑奖我们恭喜得力量。最大奖年度专辑奖也是由桑布依拿下，得知得奖瞬间激动的先拥抱制作群，更感谢家人对自己的支持。感谢我的祖先，感谢所有给我养分的所有的人，我的家人，尤其是很辛苦每天在芒果园里面工作的我的妈妈。今天的开场我很感动，台上有很多的原住民，我们都需要被关心，给力量。尽管专辑入围8项大奖，最后只抱回2座讲座，不过能带回最大一个奖项，桑布依到后台还是难忍兴奋。没有想到，是因为在今年的专辑里面有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的作品，对，然后一直到后面听到是得力量，其实全身都麻掉了。每回发片必在金曲奖上有所斩获的桑布依，已经是5年内第2度获得年度专辑。好声音、好专辑大获评审青睐，得奖实至名归。卷宗报道。